台东县卑南乡三里部落聚会所十号举办启用仪式，当地部落族人都盛装出席。原民会副主委杜章梅庄也亲自到场剪彩，希望能提供部落更优质的活动空间。这个新建呢，不只是婚丧喜庆啊，或者是活动的一个场域哦，它更是我们文化语言记忆传统惯习传承的一个基地哦，希望族人能够好好的多加利用哦，让这样一个聚会所的场域能够凝聚族人的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向心力。副主委表示，行政院办理台东县部落聚会所新建计划，编列总计3亿元的经费，预计完成新建27座聚会所，目前已完工21座聚会所。未来原民会也将持续协助推动聚会所建设进度，造福部落族人，而族人也期待未来能在聚会所内设立文件站。后续的问题就是能够新建我们那个山里部落的文件站，还有是一些老人家活动的地方。族人表示，因缺乏公有地，导致部落至今仍没有部落文件站。而卑南乡公所也表示，将协助部落协调土地使用，让部落老人与小孩都能获得充分的照顾。原视新闻台东卑南采访报道。